嗨，各位同学车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我今天要来讲什么？同学跟车友，我们要办赛车营。这个赛车营啊，有专属的对象，你要曾经是我的学生，或是上过我赛车营的学生，都算是我的学生，你就可以来参加8月13号在永安赛车场的赛车营，好吗？那这一场的报名费用全免 ，OK， 只需要到现场购票就好了 ，OK。那我们预计活动时间是从早上10点开始到下午1点，因为我猜开个3场差不多啦。体力很好的学生开个3场应该差不多，体力不好开个2场差不多。可能再不好，可能开了1场就啊、哦，也不会那么夸张啊。应该再怎么样都会盯个2场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课程内容呢，反正老师在当场，你只要有不会的，你就问老师，老师带你一起玩，老师也会带老师老婆小孩一起去下场 battle 啊。我不知道我老婆会不会下，但是我小孩应该是会下啦。OK， 大家一起来同乐哦，好吗？等大家哦。那我讲一下怎么报名呢？很简单，来，各位车友，知道 FB 吧？嗯，好，点开你的 FB， 搜寻赛道狂人李翰老师粉丝专页。哎，这时候就跑出这个粉丝专页啦。来，点选发送讯息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就输入。啊、你叫什么名字、啊、你是谁，你要参加8月13的赛车营，好吗？我们就会收到你的报名表单啦、啊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各位的报名表单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老师有准备小礼物要给你们。OK， 这时候给你们看一下。老师有小礼物要给你们，噔噔噔。